许光汉最近人气大爆炸，拥有一票迷妹粉丝。不过他自己也是个超成功的追星人，不止跟 IU 合过照，还同框了 Seraphine， 让大家都超级羡慕。七日他出席活动就透露了在白想后台跟 IU 的互动，就祝他就是要身体健康，因为他忙碌嘛，对啊，所以就希望他就是身体要顾好，这样就是大概这样，没有特别聊什么。看到会很害羞，比较小粉。我觉得就当然一定会害羞啊，毕竟人家是 IU 啊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而且在韩国人在套蛮多的，还有跟着当时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。我们说法院见。对，希望大家不要告我。对。而日前北影入围名单出炉，由他主演的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》入围三项，但他却错失角逐影帝的机会，不晓得本人会不会觉得可惜呢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就是比赛就本来就有输有赢啊，对啊，我没有觉得要本来就要入围或什么，而且就我觉得至少。就是博有进啊，对啊，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，我有挑战到我想要挑战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足够了。然后我第一时间传讯息给他，我传说恭喜你，希望他可以拿一座回来。提醒了我，好像都支持啊，觉得不管谁得，我应该都会很开心。爱情朋友，爱情朋友都是朋友嘛，对。至于网传他将加入中餐厅七，合作黄晓明、赵又廷等人，他则是低调卖关子，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看来是默默认了这个消息喽。